使用过一辆纺车，后来常常想起它，想起它就像想起旅伴，想起战友，心里充满着深切的怀念。收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散文《寄一辆纺车》，让70年前延安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走进每一代中国人的记忆之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是这架普通的纺车承载了一段难忘的延安岁月，也铭记着一种早已融入到中国人血脉的精神力量。如今这个当年大生产人人会用的物件，虽然已成为珍贵的古董，被陈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橱窗中，但和纺车相连的那些记忆往事却永远挥之不去。1941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和扫荡。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甚至彻底断绝给予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并且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使得陕甘宁边区经济外援被切断，延安革命队伍里的生活供给发生极大困难。停发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丁税，另外封锁了边区，外界的华侨、内地的人捐献得不到援助。1941年，对于生活在延安的人们来说，是记忆中最艰难的日子。一个是没粮食，二个没衣穿，三顿饭都很难维持。吃饭的时候呢，就是闲谈，吃的呢就反正是吃不饱，穿的呢我们打生产的时候，基本不发什么东西。当时我记得我们穿的那个裤子啊，可能只剩下两个裤腰，这裤腿都没了。面对极端困境，人们没有退缩。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顽强的意志，决心战胜困难。毛泽东提出了，现在摆在大家面前是三条路，一条咱们没饭吃，解散，大家各走各的；第二条我们投降蒋介石，到蒋介石那儿去；第三条道路就是咱们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结果李富春同志主持会上，大家举手，第一条没有一个人举手，第二条又没人举手，是第三条，走第三条呼呼的都举手。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边区开展起来，延安上下，从中央首长到普通战士，从青年学生到教授学者，都投入到火热的大生产运动之中。就是人人有份，人人平等。那么上至毛泽东，下至我们这些人都要交任务的，一年要交到生产任务，所以就出现了个人按自己腿长来定型生产。毛泽东就是修水利，周恩来纺线线。在这场生产运动中，和周恩来一同纺线的还有另外一位中央领导人任弼时。对于父亲生产劳动的记忆，任远志是从家里墙上挂着的一架纺车开始的。那纺车呢，是王政府做的，做的都是那个白的木头条定起来的，这安了一个把，中间一个轴，这一个线拿过去，这一个铁棍儿，就这么，这个手摇着把，这个手呢就拉着棉花，这样，就这样，这样。在孩子眼里，纺线原本属于女工范畴的活计，
为什么连自己的父亲，堂堂七尺男儿，革命队伍里的领袖人物，也会在延安学习侍弄纺车呢？渐渐的，任远志了解到更多的这纺车背后的故事，那是一段每个在延安生活的人都不会忘却的记忆。陕甘宁边区原先不产棉花，延安居民穿衣用布主要靠商人从关中等地贩运的棉布来保障。随着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封锁，这唯一的布料来源也断绝了，延安居民不得不过起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日子。为了这衣食住行中最基本的温暖问题能够解决，延安居民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开始自己动手纺线织布。从这时起，任弼时和延安很多男子汉一样，也开始在这小小的纺车前学习起纺线线这个过去只有农村妇女才做的活计。他那时候好像不像大手上，就是普通一兵。我妈妈会缝啊，我妈妈教他，他教我妈妈识字，我妈妈教他纺线。1943年10月，枣园的果树下，纺车摆了一排，一场纺线线的比赛将要进行，而选手的身份也极其特殊。都是中直机关的所有的干部，连我父亲啊、总理啊，他们都不例外。哨声响起，比赛开始。竞争最激烈的两人是号称纺线线纺得最细的周恩来和被称为纺线高手的任弼时。他拉了一个线，这就有一个我们叫那个铁棍叫亭子，就一个铁棍就接在这绳上，这里一转呢，这铁棍也转，一转呢，这个毛线就给它开始嫩一点，缠一点，缠一点以后，这手拉的那个棉花或者那个毛羊毛。比赛整整进行3个小时，哨声再次响起，任弼时纺的线既多又好，获得比赛第一名，周恩来获得第三，他们都被评为纺线能手。像这样的纺线比赛在当时的延安数不胜数，吴伯骁的散文《寄一辆纺车》形容当时的情景：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暮天席地，群山环拱，世界上哪个地方，哪个纺织厂有那样的规模呢？也是从这时开始，随着大生产运动的热潮遍及边区的每个角落，一个地名、一支队伍被深深地刻印在延安的记忆中。1941年3月，为了拓展更多种植庄稼的地点，朱德松司令下令为部队选择一个理想的屯田和防务区。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南泥湾。然而当359旅的战士们出到这里时，眼前出现的情景却大大出乎了人们的意料。第一是感觉着没有人家，就是荒凉，野狼啊、野兔子啊，这些野生动物挺多的，可是人很少。王震1945年回顾初到南泥湾的情形时说，4年前带领部队来这里从事第一项军事生产时，我们没有窑洞或屋子住，没有工具，买不到食物。对于曾参加开荒的战士来说，时隔70年，记忆似乎仍停留在当初的艰难岁月。就在那个小沟里边，还没地方住，还要打窑了。把窑打上，杆子炉头铺上，口袋开着了。那时候春天凉得很，晚就在那儿睡了。延安的地上有雨季啊，窑洞就得塌房了。塌房以后，一个窑洞一般住一个班，有的一个班人都牺牲了。结果以后变成窑洞，就用树顶起来，用木头顶起来，以后这个食物就很少了。
开荒劳动中，三五九旅干部战士以战斗的姿态向荒山野岭进军，以劳动竞赛的方式不断刷新个人和集体劳动记录。开荒呢，都是整红旗嘛，团带团，营带营，连带连。你这个连整红旗，你这个营整红旗，个人还要整红旗。在近乎绝境中求生存，在满目荒芜中谋发展，一支披荆斩棘的革命队伍在南泥湾开创着一个近乎神话的奇迹。在屯田垦荒的战士之中，有一位同样穿着军装的特殊战士。当别人拿着镐头锄头的时候，他手中握着的是一架摄影机。这位曾在上海拍摄过《风云儿女》《都市风光》《马路天使》的摄影家吴印贤，此时的身份是延安电影团团长。他用手中这台被人们称为独眼龙的摄影机，拍摄下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屯田垦荒的镜头。吴印贤后来回忆当年拍摄时的心情说，看到战士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奉献一切的革命精神和顽强斗志，自己也忘记了眼前的困难。此时吴印贤面临的困难，就是延安电影团接受任务拍摄南泥湾电影时，胶片已经所剩无几了。没有胶片，就好像战士上战场没有子弹一样。延安电影团将如何应对这样的困难呢？这个时候啊，到1943年、44年的时候啊，延安电影团除了少量的35毫米的底片，大概还有几百尺以外，再就是存着大量的这个16毫米的正片，负片也大部分用完了。正片还有，把正片当底片用。拷贝片和负片的性能完全不一样的，就感光度啊，这些都不一样。所以说，怎么能用这些拷贝片去把这个当做负片用，需要有一个这个实践、这个摸索、研究的过程。试验，改变这个洗印的方法，改变洗印的方法。南泥湾是这么拍出来的。用镜头记录着沉睡已久的南泥湾成为陕北江南的实况，用镜头铭刻着从南泥湾走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同样秉承着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拍下了这世界电影史上绝无仅有的用1500尺正片留下的永恒影像。在三五九旅的英雄事迹鼓舞之下，军民大生产的热潮席卷了整个边区，火热的氛围投身到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成为每一个在延安生活的人们共同的记忆。我们早晨一般的是4:30，天明了就起来坐到那去纺，纺到7点钟吃早饭，吃完早饭经常是拿着一碗饭就走到自己那纺车前，就要准备纺线。大家那会儿都是充满了乐观主义，充满了信心的，是和国民党做斗争，你想围困我，围困不了，我们自己就能解决，所以就自己动手，而且大家热情极高。曾经他们是从未拿出的文弱书生，是离开繁华都市投身革命洪流的青年学子，而这时他们成为了像千鹤万流一样注入到大生产运动洪流之中的劳动者。曾留学法国10年的陈学昭是奔赴延安的第一位文学博士，
他在解放日报担任编辑，用文字去书写他在延安的所见所思所感。他也像延安的每个人一样投入到火热的大生产运动，然而在一架纺车面前，他却有些踌躇了。一要纺线呢，我母亲就看着头痛，因为他一个呢，他实在是不会做，对不对？从来没有做过，看也没看到过，他就说这个落后，因为在国外也没有看到过，说是还要太原始了。后来陈学昭这样描述自己当年纺线时的心路历程。面对纺车，我根本不知道怎样去下手，一会儿钉子跳了，一会儿棉条断了，急得我一身大汗，这里拉一把，那里敲一下，两只手弄得满是污脏的油和灰土。我看着自己的这一双手，心里不禁感叹着，这本是一双弹钢琴的手啊。静下心来，从一点点学起，这个过去从来没有摸过纺车的知识分子，开始把纺线线当作一门学问。从中，他学会了耐心，切切实实，不主观，不偷巧。终于呢，就纺出了头等线。那头等线纺出来呢，就可以做布，可以做衣服的线。后来陈学昭将他对于那段延安岁月的记忆写成一本自传体小说，这书名或许最深刻地表达了一个在延安经受过革命洗礼和锻造的知识分子内心的感受。工作着是美丽的。1943年，经过2年的大生产运动，已经取得巨大成绩。曾经缺衣少食的边区呈现出一派丰衣足食的景象。当时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的鲁明深切感受着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大生产运动开展了以后，我们青衣这个单位，那有菜谱，每天吃菜还不一样，肉也能经常吃，那蔬菜就更多了。大生产运动之后，连毛泽东的服装都变了嘛，那都好，那个什么王震就穿的呢子衣服了嘛，之前就不行，之前那不是毛泽东的大补丁吗？这大生产运动啊，对延安来说太重要了。此时鲁明刚刚调入延安电影团工作，而反映大生产运动的电影拍摄任务已经进入到尾声。延安电影团考虑到这部片子是紧密配合延安居民大生产运动的，也是对敌人封锁的回击，因此向毛泽东汇报，希望他能在片子里出现。吴印贤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当时的情景：主席赞成了我们的意见，我们高兴极了，因为窑洞里太暗，我们便搬出一张桌子，主席在铺好的白纸上挥笔提上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8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深化了我们这部片子的主题。1943年，当这部名为《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电影在延安八路军总政大礼堂首映时，看到这些熟悉的场景，观众们立刻轰动了。战士们辛勤的双手改变着南泥湾的面貌，昨天这里还是渺无人烟，一片荒凉，今天出现了新的家园。与南泥湾屯田垦荒的纪录电影几乎同时开始在延安流传开来的是这首名为《南泥湾》的歌曲。创作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是当年不到20岁还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的贺敬之。在这之前，贺敬之并没有到过南泥湾，对南泥湾的了解还是通过报纸和电影的宣传，以及同学从南泥湾回来讲到的情况。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贺敬之创作的思绪。整个的写下来就还是比较顺利，因为这个 要求也很明确，是吧？对于南泥湾的这个印象啊，在脑子里头还是比较鲜明的啊，鲜明的，就很快就写出来了。带着新编的歌曲、新排演的秧歌，银安鲁艺秧歌队连夜赶往南泥湾。而歌曲《南泥湾》的词作者贺敬之和曲作者马可也随秧歌队第一次来到了这个传说中的陕北江南。到达南泥湾的第二天，慰问演出的地址选在了一个露天的山沟里。三五九旅的战士们早已把山沟围得水泄不通，王震也应邀坐在了主席台上。秧歌队一进去，这么在那里准备开会的，眼睛就盯着那个哪个是王震呢？啊，这个王震同志在延安的，在报我们这，他是传奇性的人物了啊。完了就是王震同志，直达词嘛，那个声音非常响亮的，在山沟里还有回响，反应非常之热烈，掌声雷动，那确实是雷动了。王震讲话结束之后，慰问演出正式开始。马可作曲、贺敬之作词的歌曲《南泥湾》，伴随着鲁艺学员动人的舞步和优美的歌声，首次亮相在这片土地上。于兰就是当时的表演者之一，挑了所谓的延安比较还算长得好的八个女同志，就年轻的，像大伙儿都是开玩笑，就都是好像说这几个都是美女，其实根本也不是，也就是比较年轻、比较活跃的几个女同志唱的这个挑着花篮跳着舞。这边唱的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上前鲜花是模范的时候，三面呢围着的那个掌声的那就震天了。就这样，这悠扬的旋律从南泥湾传到了延安，传遍了陕北，又从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唱到了解放的新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闪动着无穷动力的南泥湾精神，在大时代的每一个进程中被赋予着更为丰富而深厚的含义。如今的南泥湾，陕北好江南的美景依旧，肥沃的土地上长满了即将丰收的果实。这块屹立在群山中的纪念碑，永远铭记着那段燃情似火的革命岁月。这里静静地沉睡着多少三五九旅的战士，人们不应忘记，是他们，是所有在延安战斗过、奉献过的人们，赋予了这片土地新的生命。一粒黄豆投入碗中，一炷香火扎个洞洞，这是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中令人难忘的独特画面。然而正是农民发明的这些选举方式，见证了陕北黄土地上的民主进程。敬请收看下集《延安选票》。